今天是复活期第三周，星期五。我收敛心神，开始这次祈祷。我愿意把我的祈祷和我今天的生活奉献给天主，使我的一切意向、言语和行为都为侍奉、赞美至尊唯一的天主。我们一起请圣号：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我邀请大家一起闭上双眼，进入安静。让我们用身体赞美天主。你可以选择端正地坐在椅子上，自然呼吸，慢慢地放松自己，把注意力集中在双脚上，轻声地诵念：我的双足感谢赞美上主，因你是温柔慈祥的。我的脚腕感谢赞美上主，因你是温柔慈祥的。我的小腿感谢赞美上主，因你是温柔慈祥的。然后不断向上移动，让你身体的每个部位感谢赞美上主，直到体会心灵的宁静为止。在宁静中，我们一起聆听上主的圣言。今天的福音选自圣若望福音6:52-59。那时犹太人彼此争议说，这人怎么能把他的肉赐给我们吃呢？耶稣向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他的血，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。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，必得永生，在末日我且要叫他复活。因为我的肉是真实的食粮，我的血是真实的饮料。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，便住在我内，我也住在他内。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，我因父而生活，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。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，不像祖先吃了玛纳仍然死了。谁吃这食粮必要生活直到永远。这些话是耶稣在可法翁会堂教训人时说的。基督的福音。
在祈祷中，想象自己去触摸这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耶稣。在注视中，向耶稣敞开自己的内心，让耶稣进来。感受耶稣真实的生命之粮进入我内是怎样的感觉。默默地感受自己被真实的耶稣所爱、所理解、所宽恕。
静静地把心中的一切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他。求天主赐我一颗开放的心，让我不断地交付自我，并不断地感谢赞美他。祈求耶稣的母亲为我们转祷，万夫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愿光荣归于父，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